我觉得屁王配那个天空还不错，这边有一人呢，不错。他死了，屁王马上走，我飞起来，一次就上手。可是就算上手也没有那么开心的感觉啊。他很强啊，真的很强啊。好好好，都有反正我再五秒，我就忍不住了。你要退一点哦。好，要间谍啦！有屁用？有屁用吗？有屁用吗？哎，家里右侧山上后面。有，他们前方也有人攻过来了。我可以结束他。他那个被我劈了，他被我劈了，被没了。可以结束他是不是？对，我可以结束他吗？结束了，结啊，结啊，结啊！我什么都没有。这样，这样。哇哦！我都被毙了啦！逼逼太强了。逼逼。傻子。莫名其妙。杰瑞最宅哎。对啊，我装备栏死掉之后，全部都是那个。他使用还要嘴战，你使用了屁皇专属的技能。哇气哇气！不过他转职到就比较后期就比较还好。对啊，不然前期都只能脱光光，真的很痛。哎、欸，有人还在下面，我看到有人在下面走。他可能死掉复活，死掉死掉，刚死啊，要死。嗯。看。还不错吧，屁王还好玩吧？屁王是好玩。哎呀哎呀，能够屁到你，我觉得真的最好玩。我当时在设计的时候想说，这个巧克力拿到了，一定开始疯狂屁队友。而且一开始有没有大家还说没有？我想到没有，然后就屁到杰克。阿基哇，阿基狂抽72，很爱抽，繁星六角。然后，哎呦，阿基，你咋讲？哇是不是真的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嗯，还有什么？吃食量，你食量。最近我吃太多，会肠胃有没有蠕动？啊，蠕动的太快了，肠燥症。吃的太好了啊！肠燥症，狂放屁！你怎么放弃了？跳出去了！哇，那他们有一个挖超多。22个钻石，哇！可是刚刚看到钻石装了，有啊，他有一个刚刚就偷偷摸摸在地底下，他就几乎全身钻，超猛。对啊，他就蹲在钻石下面那边去挖。对啊，差不多。嗯，然后我发现之后就把他赶走了。最终没有人在赎罪了。单次最高喷装23，他们的。嗯，我们的小帮手22。我家好像没有死很多，他死了就狂喷。他怎么都被特殊那个、啊、特殊模式给搞到，总死亡喷装，就一直死。对啊，我死超多次。你在插火把？屁王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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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出乎意料的好笑。对啊，垃圾垃圾。休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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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晚安，拜拜！不，好啦，麦块就到这边啦，待会再玩一下《魔物猎人》就关台了。那先收尾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繁星，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，拜拜拜拜。好，我们继续魔物猎人。今天礼拜，哦对，礼拜五。好了，来吧。哦好。我才刚看到你的台说拜拜，然后就突然听到这样。没有，它有延迟啊。我知道。我想说，这么快。
笑。哦，那个壁毒哦，壁毒你真的要带解毒剂的，不然他毒的速度比很快。什么东西？对对啊，他说他打壁毒猫了五次。哦、一定要带解毒或是那个啊，一个汉化粉啊，汉化药。汉化粉最快了，但是汉化药还会回血呢、欸。对啊，还会汉方药，对不起。那我对我还没去看剧情，我也还没看啊。那先去看吧。啊，我先去看。看一下，等下我过去。好啊，开始。看来不小心把要捕获的蒙牛龙干掉了。他一直没有显示说要那个买他了没有？哎、欸，打壁毒还好，你可以死啊，因为没有算猫几次啊，只是那个比较麻烦，他比较麻烦就是中。要么你就多塞几颗耐毒珠啊，对，麻痹就算了吧，灭面那么多珠子可以塞，没有那么多洞。嗯。力战王龙三龙出现，剩下六天。力战王，我记得他好像会再出现在一号林地下。你说碎龙哦？对啊，因为我有看过这个，看到这个。那个动画我有看到，就是他干掉那个爆锤人。哦，要我说的话，其实壁毒的话，哎、欸，我在再来到了。浮棉跟水。浮棉那个还比较好打哎、欸，你只要塞三颗麦黎明珠，它就是只会飞笨蛋。水鸟咬基本上你一贴它身，它基本上是不动。对啊，它大部分攻击都是用跟水枪。对啊，一号营地下来之后往右边走就可以遇到它了。第一个营地吧，我不知道是第一号还是。最原始开始那个营地，嗯，嘿，爆锤龙挂掉了。耐鼠那还好了，我浮棉真的是有带三颗耐棉珠了。这边是不是要吃人影啊？对啊，虽然说。可以先死啊！我看完接着出去找你。年俊，你说他在哪里啊？岩浆那边吗？然后往后面走下去，跳下去之后右转。跳下去右转。后面不是有个小洞可以钻进去吗？碎洞。Hello， 哦，帐篷前面跳下去是不是？对啊，那边后面跳下去，右转就可以进洞化了。然后你可以看到爆锤人被秒杀。嗯，走错了吗？不是这吗？右转吧，就是跳下去而已啊。欸是那个爆虫常常滚的地方啊！到了，那我去。看我没看到啊？啊，没有。爆锤龙的家吗？的家的下面那个滑坡下面那个地点。啊，有了有了。啊，看完再跟我讲，我再加进去。嗯嗯。他大概要看个半分钟。
可怜哦。人家都是抱最容易研究，这样死了，还不知道还有多少挖你，直接秒杀。啊，死了，哇哦！还没有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会这一组吗？还好吧。好了。啊，我来的。年轻には爆発性があります。触れないよう気をつけて。活性化した年金だ。回避行動で年金の増殖を抑えないと爆発が大きくなる。都好了。啊靠靠靠靠！他也撞起来。那到底是什么虫在我手上爬、啊？气死了！哦，那个是他的粘菌。不是啦，我的滑，我的右手有只虫在爬。哦。什么粘菌粘在我手上，吓死了。哎、欸，看这边。再看这边。好，再见。是软化下，哎，又软化过了，都软了、啊。怎么薄？我没有加血量，完全捡大便。我没有进山，等一下。太小。而且刚才是半血直接被秒杀。哦。啊，他走了。走啦，往上爬了。摸不到。哎、欸，有掉落物。应该还可以撞一次。直接变红不行了。哦。我操！
他尾巴。击到了？没有。哎，彪哥，你在？又是尾巴？怎么判定的？你要哪里啊？我要他的脚啊！腿，左腿、右腿都可以啊，左右腿最好了。哦，我刚才瞄他左腿啊，然后他又爬到尾巴。他感觉人都快死了。还没啊。好累了。心跳很勇哎。我看他腿是弱化的啦，没有，左腿，这边比较适合你。啊！奈够被吸的哟，看不下。啊啊、我骑到了，骑到了，你赶快去补吧。刚刚弱化的时候就被他打下来，刚刚被他逮到。我怎么没有你那个外观啊？我有买啊。你要去领啊？去哪里？随从吗？对，那个小屋管理者啊。哦。哇哇哇哇哇！打他头爆炸，我也自己会爆哦。啊！又没软化，再软化一下。哦！啊啊！完蛋！他干嘛？被黏住了。然后他还变头。嗯，要到了，是要爆啦，是翻滚吧？有用啊，有啊，它就跟那个粉尘一样。要滚几次？哎呦哎，大概比火焰跟突击没见。那这边还有突击，这总该晃眼的吧？打不久。直接变红好。哇，我操！还好我GP了。
操！哇，好刺激哦，那个火！我看虚实，先、欸、手机看。好、啊，可以，又可以扯一下。我要顺便软化他肉。哎、欸，这刺头好像不能起。我怎么骑不到？他在侦错地板的时候好像不能骑哦。我死了，哎，太累了。啊！什么东西？哦，苍火龙哦。再撞一次，他红脸了，不吧？他骷髅了，可是换他快死了。他是不是挨了两发撞击，快死了？我先杀分好了。比较好奇是苍火龙被我起脚是七次都没有红眼。重黑药夹，重任务，指示珠，重钢铁拳，重头盔，还这，冰岩一线之间是这个啊、哦？要击退？应该不是吧？要击退而已。好，刚才那个总司令说要击退而已。等一下，他说那个燃料满了。哦，嗯，你是说那个？去随便画一画。我碰过的时候，这个没有被碰过。到底怎么玩啊？他就是他好像按键是随机的。嗯。反正有如果全中的话，就加比较多的那个分数嘛。嗯，还没有的话就一般的。怎么还是这条龙啊？不是抓了一个碎龙吗？ついにベルカーナとの対峙ですね。それにしてもどうして竜化粧の地に。火属性。
年与信心。そうそう。気をつけて。そうそう。你得以装任务了，我的天哪！都可以一起可以一起接了。你有接吗？我还没接啊，我在吃饭。哦。去那个吃麻烦。那我接。等一下，我在玩那个，我在乱玩。我先接好了。就一个人，要去看。我才发现，那我先去看喽。嗯。还有哦，有啊，他还蛮久的，他好像要三轮吧，集满一次之后又第二次又要集满，然后第三次，就我就已经很懒得去用那边了。的，那个只要没有那个太闲的时间，我就没有去那边去。哎，我看完剧情，好，快好了。红色一半了，这个不要，应该看完剧情就好了。我刚刚让我离开就好了。我觉得这个是强制用的。